啊，一边一一边一个。This NM pleasure. Oh. 他在咋玩呀？这个。左，你看看，哪个上料是左，是打中间。它这个哪个？它这边来一点，然后这放不进去啊？哪个放进去？就这个。那个怎么能来呢？压紧是怎么能来呢？就是这样放进去的。你先不要把这个开起来，怎么会装不进去呢？怎么会装不进去啊？它这个压力。就是这样装的呀，就这样装的呀。不是这样好的，这样好，活头，再装一装这个味儿。这样装的？哎，我跟上一边装的，再找位。这个也分空装吗？空装型号不一样，也是这个东西不一样。对，就大小。
反正你开到哪个部件就是哪个部件的地方，就是这样吧。哎，油能进去吗？油比较好。这个油是木瓜的。哦，对啊。这个油老早就我做，这个油真的太好了。我很用力的去，做不出来就想着把东西追上去。在那里面用啊，一定要浇在油池里面的，主要是油池里面。这个是水油，差不多。有啊，没有啊，超级油啊。超级油，超级油是吧？哎，啊，两个管子呀，那个管子浇了有没有？现在我不知道哪个位置。没关系啊，你只要浇进去，浇到孔里面去，可以了。超级不是用水冲。是不扯了吗？现在都用油了，谁跟你说用水焯？现在都用油，那水怎么焯？不忙了，我看那个沈阳军哥发的那个超级机都是水焯。怎么可能水焯呢？啊？怎么可能水焯呢？你看到里面是水啊，也是油。它那个白色的。白，时间长了，时间长了都成黑的了，有的。啊。哎，没料了吗？啊？没料了吗？灯不亮。这你把这两个灯给我拿下来。把这个灯先料好了哈，把这灯先放在床亮。不然他不会做，不会做。对，反正没这么多量，他不会做。他自动啊？自动？就这样吗？自动不得用啊？手机都不得用啊？都没亮啊？说什么？哇，机床不得用啊？机床不得用啊？进给不得用啊？对，都不亮还是不亮的？谁知道呀，这个送料员。